我又带着我的大夹子来了啊，咱们看看下面有什么海货啊，挖一点今天晚上喝酒。你看，你们看到一个皮皮虾啊，皮皮虾，皮皮虾，我们走。再高兴了，已经不名声了。我们看看是什么？哇，还没见过呢。是什么东西？哇，没见过。小伙伴们认识吗？哇，没见过这个生物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把它放生吧。看一下，发现了什么？小眼睛。哇，隐藏的多好，多宝鱼啊！活的多宝鱼，隐藏高手啊！隐藏高手，看一下啊！多宝鱼。